校长谭咏麟日前上载了一辑自己和周润发、苗侨伟、刘刚、张兆辉、黄日华一起去郊野公园烧烤场 BBQ 的照片。这个行山 BBQ 阵容堪比金像奖，而照片可见几位都活力十足，非常精神。而他们 BBQ 的食材同样贴地，例如有生命面包、大啡菇和棉花糖，不少网民都表示阵容强大，希望来一场偶遇。